上的桃胶，你们犹豫没有了，你再让我去收，就真的没有了。就理解一下，就每次上什么的时候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我希望就叔叔阿姨们，就说拍了就要不要犹犹豫豫的，你犹犹豫豫的，别人抢完了没有，我就真的没有。没有雪燕，都只有全是我们家的山货啊。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说实话哈，因为叔叔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，我也问了。他们说今天肯定是没有雪燕了的，他说但是可能他们说另外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点，但是离他们离你们这儿有点远。72小时发货，你们能不能接受？你们能不能打个人字？雪燕的话，你们能不能接受72小时发？他们明天72小时就是3天之内会给你们发，明天就可以帮你们找。这边我们家乡比较远，就是说快递开车上来他要一天，然后拿在县城去要一天，县城给你们打包可能要一天，然后就从我们当地的县里面给你们发去，反正一个星期之内肯定是会发到的，会收到的，一个星期之内肯定会收到的。叔叔阿姨们能吗？哎呀，我问一下他们，把你那个雪燕给先给他们看一下嘛。来这个样子啊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就让他们去找吧，你的哥哥他们明天他们去找了再发吧。这样子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桃胶刚刚我上的时候你犹豫被别人抢完了，真的没有了，阿姨真的没有了。但是雪燕的话，如果给你们找到有一点的话，我希望就说阿姨就说不要犹豫的太久，因为别人抢完了没有了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，我也想给你们找呀。皂角米刚刚才上了呀，他们还有叫皂角米说没抢到，因为他们犹豫就被别人拍走了，然后没有了，我就真的没办法。因为是这样的哈，咱们公平公正哈，直播间的家人只上一次，你们记住叔叔阿姨们真的只能上一次呀，这个东西因为只有那么多，你买多了那最终吉林他没办法呀，他哪儿去给你们找嘛，那只有一点点。吉林他们等到我们明天去找嘛，明天我们这个啊这个样子。吉林你明天吗？明天你们能找到不？明天一个找到，一个找到，高头有叫邻居，有点难。明天能找到吗？咱是不能去的，现在不想去啊。为啥不想去？他们不想去的。我们两个都不一样。哎，他们说拿的好，打高不赢。叔叔，你又把人家奶奶的玉米踩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叔叔总是踩到我奶奶的这些玉米都长得好高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待会儿我陪你奶奶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们说有点不想去，这个样子。哥哥，怎么了？你明天你去，我待会儿给你转个红包，一个跑腿费，可不可以？你想想办法，你明天搞一点点雪燕。就明天我两小夫妻的小。可以吗？我一人给你们包个200块钱红包，可不可以？要的，明天我们。好，他们两个听到一人包200块钱，他们比谁都积极。真的哈。谭哥，你好现实呀！我发现你。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只有这一次机会哈，就雪燕。真的。真的，我叔叔真的，我只能这样尽力了哈，没办法。叔叔说，一人给他们两个200的跑腿费，叫他们帮你们去找，他们就干。行吗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血液吗？可不可以看一下吗？行吧，今天我反正我答应了他们的，我答应了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的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没办法。嗯，你不要觉得什么内疚，没办法，你家只有那么多，你不能满足所有的人，知道吗？今天他其实挺内疚的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他觉得没办法，很多人没抢到啊。知道吗？啊，雪燕吗？你拿来看一下嘛。先看一下嘛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谢谢叔叔。刚刚哥哥说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说你这样说了家里没有了。雪燕吗？嗯。他说他去找，他说明天只能让他明天去找了嘛。雪燕是这个样子。我这个就是我们。证明我们谢谢叔叔，不用谢我哈，没关系，谢谢叶总，没用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说实话，因为他们找这些东西不容易啊。卡吧，你可以卡吧。知道吗？找这些东西很不容易，悬崖峭壁的，每次上去。哎，你看。
看你看，明天给你继续找嘛。你给他说，我不敢说。他说没有了的。你哥哥说没有了。嗯。我跟他说嘛，我跟他说了的嘛，我说明天叫他去早一点，可以吗？血印是这样的，叔叔阿姨们，只有如果可能找得到，这是就只有一点点。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能抢到戴尔阿姨不要犹豫，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，因为很难得有的。这样的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血印呢，很多懂行的人他都只会吃血印。为什么血印这么受欢迎？因为这个血印是五 A 级的，它是拉丝血印，不懂行的人再吃植物，再吃燕窝。这个叫做植物燕窝，这个血燕叫做经常爱熬夜呀，经常爱吃油腻的呀，你们都可以买一点来吃。它这个季节是很好的，尤其是爱自己的女孩子生了宝宝，这个地方松松垮垮皱皱纹纹出来了的也可以吃。嗯，你们暖男也可以给自己的老婆买，所以这个叫做植物燕窝，我的妈妈特别喜欢吃的。然后这个一个星期吃两次，整个人都是水灵灵正儿八经的，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无法拒绝的。它叫做血燕，怎么吃？一个人只吃一个的量，提前一晚上丢在这个冷水里面泡出来，第二天就这样的拉丝血燕。你们再把这个泡好的拉丝血燕加两个冰糖、两个枸杞、两个红枣，再煮十分钟，有条件的起锅的时候挤一点椰汁拿来喝。这样的话就是说男男女女都可以吃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满满的是这个胶质，闻起来是酸酸的，但是泡出来就这样的口感很不错。要煮十分钟，加两个冰糖哦。想要的叔叔阿姨们，哇塞，哇，这次真没多少了哈。叔叔尽力了，我真的我尽力了哈，咱们直播间们真的尽力了，没关系。他说谢谢叔叔，你们太宠粉了。哎呀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咱们不是说宠不宠粉。姑娘，你卖的太便宜了。能做的仅仅只有这些了，就能做的咱们做到就够了哈。咱们直播家人们，谢谢叶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阿姨、叔叔们，为什么我这么懂？因为我爷爷给我说的，我家里就是收山货的，所以我不用看稿子什么的。你们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知道。因为这个的话，就是说我的家里的人就是从小我们家就收山货的。收成多少钱呀？我都忘了，哇，好多蚊子呀！啊，我都忘了，60块钱吧，好像是。60块钱一斤。你问一下他们。这样子啊，叔叔阿姨们，60块钱一斤。60吗？对吧？这个60。啊，60。60这样子，你拿在街上去卖一斤多少呀？100多。他们拿在街上去卖120左右。他们确实也辛苦嘛，咱们给他们两个一个红包，哎，他明天帮咱们一起去找一找，好不好？120左右，这样叔叔阿姨们，60块钱，我们就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刚刚分享给他们，都是很多都是比较喜欢我、比较支持我的，就添个9块钱，69，9块钱是6块钱是快递费嘛，嘎，然后3块钱是爷爷你们赚的，相当于跑腿费，你们去收都收这个，这是5A级的。对，血燕有很多种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有漂白过的，这个是比较原汁原味的，里面还有黑色的这个东西，这种才是正宗的。这个你们到时候泡出来，如果有杂物的话，你们就用那个勺子给它漏漂，给它漏了之后用清水过滤一下。就69嘛。哇塞，好划算呀。69，叔叔阿姨们。天哪，那叔叔你卖80，其实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他们也会要的，但你真的没办法，你69就69吧哈。就69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就69，没关系，他纯粹他请你们吃。你明天早上，嗯，给你早点收获了吗？好的好的，他们说明天早上早一点拿过来。好好好，这样子嘛，叔叔阿姨们，69只有这一次了。如果卖完了，又问我有没有学员，就真的没有了。不要犹豫啊，对对对，叔叔阿姨们，来我看一下怎么上。我看一下哈，嗯，4 5 4 3 2 1，可以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可以抢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教你们怎么拍啊。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这个口袋，点进去之后有一个购买，没有了，拍不到。拍得到吗？嗯，没有了，叔叔。没了？怎么可能？嗯，我清理一下库存，叔叔阿姨们。我的天，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啊！清理一下库存。好，3 2 1，我看看一下，清理一下库存。好了，
叔叔阿姨们，我把那些拍了没有付款的理解一下，叔叔阿姨，我给那些需要的阿姨，因为很着急，人家催了我很多天了。然后你们在这儿拍的时候，如果叔叔阿姨们点进去这儿购买，然后这个购买之后，你们可以就说有一个加号，这儿有个一的后面有个加号二三，就是两斤，两斤就把它加成二，如果三斤就加成三，然后你们把这个电话填好。收货地址也挺好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就说这个加号，就是说如果家里客人老人比较多，你们想给自己的老婆这些，包括你们给孩子给朋友的，可以多拍一单，就可以点那个加号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拍了的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说一下啊，这个雪燕啊，拿来怎么吃呢，就是这个雪燕的话，叔叔阿姨们就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就是这个雪燕，它懂行的人就吃这个，叫做植物燕窝，它也叫做拉丝的雪燕，就这一次，然后犹豫的可能就拍不到了，被别人抢到了啊。然后这个拉丝雪燕呢，叔叔阿姨们，不懂行的人再买那个燕窝的口水来吃，那种燕窝几千块钱的，没必要。这个收到货之后闻起来是酸酸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胶质，你们在市场上买到有30块钱、40块钱，那是一二等级的，这是五级的，这是五级的雪燕，像一朵花一样，五 A 级的雪燕。这个雪燕的话拿来怎么吃，我再教你们怎么吃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教完了拍完了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。这个雪燕拿来怎么吃呢，叔叔阿姨们，尤其是因为现在女孩子都比较爱自己嘛，包括我的母亲也是一样的，这的话就是说，尤其是经常熬夜爱吃油腻的姐姐叔叔阿姨，想要石斛，你们都可以买一点。还有生了宝宝的阿姨，这个地方松松垮垮皱皱纹纹出来了的，你们也可以买一点来吃，也可以给自己的老婆买。夏天来了，你们也可以怎么吃呢，怎么我教你们怎么泡啊，怎么处理。提前一晚上用一个冷水壶，就这样接一盆水，冷水啊，一个人只吃一个的量，提前一晚上你们丢一个进去，只丢一个，第二天泡成这个样子，拉丝的时候怎么吃呢，把这个拉丝雪燕你们再加两个冰糖，两个枸杞，两个红枣，拿来炖10分钟就可以喝了。有条件的炖好了之后加一点椰汁、牛奶、酸奶也是很不错的，也可以就说也可以，有条件的啊也可以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水果，橘子呀、西瓜呀，还有就是说草莓这些，樱桃呀这些，夏天你们可以拿来吃，不要吃甜品，就自己做来吃。如果要吃那个桃胶三宝的阿姨，刚刚买了桃胶、雪燕、皂角米的，就8个桃胶、6个皂角米，1个雪燕，然后分开用碗泡，然后把8+6+1，把这个8个桃胶和6个皂角米先下电饭煲煮粥模式，然后你们先泡，就是说先炖1个小时，都是要提前泡的，炖1个小时，然后把这个泡好的桃胶和这个皂角米先下锅煮1个小时，然后再把这个泡好的拉丝雪燕倒进去，起锅挤一点椰汁，没了没了哈，没了没了，没有了，叔叔阿姨们，真没了真没了。没有啦，拍不到，拍不到就没办法 了，因为这次是只能这一次了，不，因为确实他们找这些东西不容易，就是只能这一次了。对，拍不到，没有，就真的没有了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我拍的石斛是打粉的，为什么给我打根的？这样啊，阿姨，如果是收到，可能如果你没备注，如果你没备注打粉的话，可能不是在直播间，评论区打粉，你们要在购买的上面有个打粉。如果你收到是根的，你就拿在药店花个5块钱，你就叫他去给你打成石斛粉就可以了，可以打的。他们都说，好多人说想要石斛啊，今天你们知道石斛吗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都很少见到，他那个东西太珍贵了，石斛、石斛还有吗？这个东西吉林家东西他们只有一点点哈，他无论他家的一些什么皂角米啊、雪燕、桃胶都只有一点点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就可能因为咱们公平公正嘛，因为现在咱们直播间47万人，我们顾全不了所有的人哈，但可能只能今天，因为每个东西只能上一次，阿姨们，今天他有些时候他的内心来说
他都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，因为不能让每个人都抢到，真的。每个东西只上一次了，也理解一下，因为没有。对，因为没有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石斛，你们要石斛吗？要石斛的打个要，我看一下呢。对，大家理解吗？理解的打个理解，好不好？理解的能够打个理解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是没办法哈，因为确实，因为啥哈，他们这种东西是比较正宗的，正宗的东西肯定是很少的，正宗的都少，那种歪的那种东西，比如说一些他们制造出来的那种化学的那种的话，肯定就很多，化学的太多了那种哈，他们要石斛，我的天，石斛女孩子吃了很好，我都知道，你们的是什么石斛？你知道石，叔叔，我可以喝你一口水吗？可以啊，我都又喝完了，这个是雪太居，我都又喝完了，你这个雪太居了。雪太居我特别喜欢。我想我再倒一点水可以吗？今天咱们再去倒点水哈，咱们直播间嘛，理解理解，哇，好多人打理解。今年你压力太大了，你想给每个人，但是真的我只能上一次，就比如说我刚刚上了雪燕，你然后在那儿犹豫，人家阿姨是非常想要的，阿姨就给你抢了，结果你在那儿犹豫了一分钟就没了，这个真的，叔叔你真的不能再踩那个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不会再踩了。我把今天他们家他奶奶总的一些东西都踩坏了，没关系，行行行，大家理解就好哈。真的，对，如果你犹豫然后被阿姨抢走了，然后你就问我再有问我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对对对，就是犹豫的话，就真的是因为直播间47万人，你犹豫，你可以就是说你购买了之后，你可以问我怎么吃。如果我做完怎么吃，然后你再去买，可能就真的没有了。有些阿姨很聪明，她先买了再问我怎么吃。对，她先买了再问，很多人。对，聪明的都是那样。如果你就被别人抢走，我就真的没有。现在咱们直播间47万人了，这么多人。对呀。他们好多人打药石斛呀。你们要石斛吗？咱们直播间们要的打个药，我看一下呢。石斛那个东西好像是个好东西，是吗？叔叔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？ 我都听说过九大仙草之首，是吗？对，你这个，这可以放的是吗？可以可以。哇，石斛，皂角米怎么吃？今天讲了很多遍了哈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他不会再讲了啊，因为皂角米这样的阿姨，就是说提前一晚上给它泡，用冷水，又给大家讲了，用冷水泡，泡好了之后第二天 QQ 弹弹的，把泡好的放进电饭煲煮粥模式，加两个冰糖，两个红酒红枣，两个枸杞，炖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皂角米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吃，石斛都要提前泡啊。石斛很珍贵，对对对，石斛它很珍贵的，特别珍贵，那个东西，那些东西一般的话只有在吉林他们这边小凉山悬崖峭壁上才会长，就是说采摘那些东西都很危险的，所以说那个东西很珍贵也很少。我都听说过吉林石斛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出名，很多人都知道。石斛是你家有没有？有，但是我不想卖了。我说话，我说了，他们要了的话，我还教他们怎么吃。人家阿姨，我觉得，你们可以去街上买的阿姨，石斛，石斛的话，外面一斤的话要3-4千，你们不要买一斤来吃，石斛不要称的，你们就买个100克、200克来吃就可以了。石斛的话，它是九大仙草之这个，所以的话。叔叔阿姨们，石斛比虫草的要好，因为虫草排名第8。因为我为什么知道？石斛排第1。石斛是这个我不能说，这个就是说它是九大仙草中的这个，所以的话，叔叔阿姨们就是虫草的话排在第8了，所以石斛是很好的，这是尤其是你们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石斛，叔叔阿姨们，石斛的话。它是你们家比如说宝宝有点挑食呀，然后老人呀，你们都可以给他吃石斛。石斛不要买错了，石斛有76种，76种、这么多。有水槽石斛，水槽石斛就是特别不好的，还有铁皮的。买石斛你们就买铁皮石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石斛铁皮石斛是石斛当中
特别好的，但是铁皮石斛你们要有分为红干和绿干。红干和绿干。你们可以学习，在我直播间你们买不到东西，但你们可以买到很来自我们家乡正宗的东西，我教你们怎么认。石斛分为红干和绿干。也可以学习到东西吧，买不到东西能学习到。但是你们要买红干的。要买红干的，因为我爷爷给我说，我从小我爷爷就给我科普这些东西。红干的石斛的话，它外面带有一层铁锈，但是现在市场上买不到铁锈的石斛了。买不到。嗯。你家的是红干还是绿干的？红干。你家是红干的？对呀。我的天，我叔叔看一下好不好？我可以吃。我们家平时今天我吃的那一杯，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吃的那一杯。我今天早上都在吃这个石斛。我的天，这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说你先泡在那儿干嘛的？原来是吃的呀。这个石斛特别好吃，它有一股清香味。哇，这是石斛做的吗？嗯，石斛粉吗？这个应该是。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尤其是你们有变的，和我母亲一样，就是说。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知道吃石斛有什么好处的？有点变的。知道的可以打出来，我看一下。石斛是很不错的，吃石斛的好处，没有苦味，没有酸味，没有特殊味道，吃起来就纯纯的，纯纯的有个清香味。你们家的宝宝挑食，就去给他打成石斛粉，然后每一个星期给你们家的宝宝吃一次，然后每一次给他放一克，放在宝宝的米糊和面糊，石斛有什么好处、啊？米糊、面糊，对对对，给他吃一克，哇，这么多好处啊！嚼嚼嚼，软软糯糯，黏黏糊糊，像芝麻粉一样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好黏呀！嗯，这么多好处啊！石斛，我的天，我都不知道。尤其是有变的，吃了，我跟你说，第二天、啊、早上就想去。我想，我可以尝一下。去大号，上大号，真的。叔叔吃了，你还会吃吗？我尝一下，可以。可以吃呀，不苦的。不苦，那种就是说有苦的酸的就假的，它就是一个清香味。清香味，吃着就清香味。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先尝一下哈，你们吃不到，我先帮你们尝了。我看着好像挺好吃的样子，它黏黏糊糊的。哇，这个是黏黏糊糊的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就是，这个的话就是说它是什么？石斛粉嘛，它就说黏黏糊糊的，就是石斛里面有个铁锈。铁锈啊。嗯。嚼制。胶质吗？胶质，胶质、哦。我尝一下呢，我尝一下。我帮你们，我先尝一下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吃不到，我先尝了。嗯，哇，好吃啊！一股清香味。它没有甜味，没有苦味，就是个清香味。真的就是清香味。嗯，这东西黏黏糊糊吃到尝。石斛是九大仙草之这个虫草排为第八虫草，你们有条件的可以去买正宗的石斛来吃。因为我是听说过石斛这个东西，好像女孩子是吃的挺好的。男男女女，包括宝宝有点挑食，可以放一克，一个星期给他吃。我没一口喝完，我哪喝得完那么多？我尝了一点点，哇，真的，挺很香很香。它有几种吃法，叔叔阿姨们，就是说有一种吃法是生嚼，生嚼的话，牙口不好的人不要生嚼。石斛是很不错的，我爷爷现在83岁了。我为什么这么懂？我爷爷83，我的爷爷的兄弟都是89岁。89岁。嗯，这么大年纪。看起来，我爷爷的兄弟的话，啊、我上次我见到你爷爷，他精神都挺好的哎。83岁，别人都夸我爷爷是70岁，他经常撒山货、啊，所以我从小，就是说，我的爷爷就收山货，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这个东西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你家的？这样子嘛，这个可能。这个有点贵，可能不会卖。哎呀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人想要的。这有可能不会卖的。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比较贵，因为很少嘛，都长在悬崖峭壁上在。这种东西一般很少的，它都比较珍贵。你们如果可能说想要的人多，叔叔帮你们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能够尽量帮你们给他家里人沟通一下，就去沟通一下。想要吗？我的天、啊，好多人想要啊，这么多人。这个东西真的正宗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胶质，今天他说的有胶质，我吃了一口，真的满满的清香味，我的天，他们都想要，今天真的呀，怎么办？嗯，哎呀，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嘛？你这个东西，你们家又没多少，飞机听到飞机过来没有？满足不了全部的人，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48万人了，这么多人，
师傅上一点药呀。叔叔听到飞机没有？听到了。我们这儿我坐不了飞机，但我天天看得到飞机。你们这儿山挺高的了吗？海拔比较高，飞机每次从头上飞过去就是呜。离得很近啊。叔叔，你给把师傅给我吃，好浪费啊。我也想吃一点。你吃过的我看到没有？它是胶质，就半透明的。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说啊，石斛你们一定要买对，有72种，哦，74种石斛，76种石斛，不好的有毛毛石斛、水草石斛，特别好的叫做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有2种，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红干，你们要买红干的，它打出来粉，你看绿色的，像芝麻粉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明天清香味520，对，明天520我给今年，哎算了，咱们就不要先给他说了，待会儿他知道了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懂的都懂哈，明天520。今天我看一下嘛，我好奇，我想见一下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吗？石斛你没见过吗？我见过，我上次看到过一次，我再看一下，我研究这样子，你这么多人想要呀？全部都说想要的。哦哟，但是不多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如果有的话，我只能上一次。对，不多，有的话只能上一次。他说果果你那个来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你们理解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少，特别少。你老出来看一下嘛，那没见过。要的，待会儿嘛，我给你拿过来。他们去拿去了，哎，他们都说要。你这个东西你满足不了所有人了，我觉得真的你只能，哎呀，没多少哈。石斛黏黏的，对，只有黏的石斛好像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对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哟，黏的好多的。我的天！哇，今天都是红色的耶，怎么？石斛我自己都在煮来喝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叔叔。全是红色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教你们，你们，你们就是说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买不买在我直播间？就是说，你们可以学到东西的。你们以后买石斛不要买那种没有带铁锈的，一定要买这种带有一层，这个不叫皮，它叫做铁锈，一定要买这种铁皮石斛，就叫铁皮石斛。铁皮石斛那种说石斛的，他们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然后他还卖给你。然后叔叔阿姨们，买石斛就要买铁皮石斛，带有一层铁锈的，这种那种毛毛石斛10多块钱都买得到。这个的话就是说水草，就是这个铁皮石斛的话，市场上正宗的，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市场上都是要卖3-4千块钱一斤，但是石斛你不要买一斤来吃，买个100克、200克就可以了。然后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拿来怎么吃呢？大人小孩都可以吃，没有苦味，没有酸味，没有特殊味道，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宝宝挑食可以买一点拿来打粉，给他一个星期给他吃1到2克，放在他的米糊面糊里面，排骨汤鸡汤里面给他搅来吃。然后这个的话拿来怎么吃呢？牙口好的干嚼，嚼个一根就可以了。求婚。但是这个牙口不好的人，个人建议哥姐们拿来怎么喝呢？煮来喝，半个10根左右拿来煮，煮个半个小时，煮出来的水就是叔叔阿姨们，就是酒红色的。这个石斛煮起来颜色也是很漂亮，喝起来有股清香味。然后叔叔阿姨们拿来怎么，就是说你们也可以拿来怎么吃呢？家里聚会人来的多，炖老母鸡、炖鸽子、炖排骨、炖猪蹄、炖猪脑，也可以炖鸽子，这些炖老母鸡、炖排骨放在那个汤里面，这样倒在里面丢个3根左右就可以拿来炖汤喝，也可以拿来怎么吃呢？就像我一样拿来打粉吃。打粉的话放3到5克，3到5克拿来打粉，然后每天拿来怎么吃呢？打粉你们可以，叔叔阿姨们打粉的话，你们可以就说磨成粉之后泡豆浆，也可以拿来就说牛奶，还有就说煮粥喝稀饭，还有蒸鸡蛋，只放3克左右的粉，这是我妈妈我们一家吃的，所以就泡的比较多。你们只放3到5克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如果宝宝挑食，就放1克左右，放在他的米糊面糊里面给你们家的宝宝吃，非常的不错。如果喜欢喝酒的，也可以拿来泡酒，泡酒也是很不错的。这样嘛，你们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想要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可以
在公屏上打个响，要问一下啊，这个我也不确定，因为石斛是九大仙草之这个。对对对。知道吗？叶总明天有动作吗？哎呀，你们一天天的，叶总明天有没有动作，咱们也现在也不好说呀，好不好？咱们主管家人们，咱们懂的都懂哈，叶总有没有动作？这么多想要啊。哇，好多人想要石斛呀。这个早买了。幺六。幺六。一百六十九嘞。一百六两百块吗？啊，两百块一百六。哇，好便宜啊，他们收的。就是对呀、啊。一两的话40块钱收的。啊，对。这个东西40块钱收的50克。咱们直播间嘛，这个东西我都知道，我在大城市里边，我在两三千上海的时候买过。是几千块钱，三四千一斤，几千块钱，不是还不是一斤，还是一单斤，好像是几千块钱一单斤。我在上海的时候买过，还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他们也吉林他们家的这种带有铁锈的，对，是吉林他们家的是带有铁锈。你们不要买那种没有铁锈的，有种是没铁锈。你看我这个是红干石斛，全是红色的，哇，红干的，你这个东西不是全是红色，叔叔，就是说它里面会有一个。红干石斛、哦、里面是绿色的，外边红色的，它的皮就是红有点红红，有点是白，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是晒干了，有点晒的很干，全是晒干了的，这种的话10斤才能晒出一斤，10斤晒出一斤、嗯，我的天，相当于咱们直播家人嘛，你们拍到过后，相当于如果是新鲜的话，它就是这样子嘛，要10斤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10斤晒一斤，这的话搬打粉嘛。我现在把话说在这儿，打粉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就是这个打粉的话，你们到时候在下面付款的上面有一个备注，你备注打粉。如果你不备注打粉的话，我给你发来，就是说，因为有的阿姨不喜欢打粉，人家拿来炖汤喝，炖老母鸡、炖鸽子、炖排骨、炖猪蹄，这样拿来炖肉吃，它也可以很不错，也可以就说煮来喝，就这样拿来煮来喝，煮的话煮10根，用在养生服里面加红枣煮来喝。你打粉的话就只能那种，就是说也可以打粉就说早上吃着不错，就这样拿来搅来喝也可以，打不打粉你们都可以，你们当地的药店收到货也可以拿在自己拿去打一半的粉，也可以拿来就说不打粉，药店打粉的话5块钱，你们市里面应该有很多药店可以打粉，我们当地都有打粉的，我也可以就说而且泡酒的话最好是不要打粉，泡酒的话不要打粉，要打粉的还可以泡酒啊，这个、对啊，石斛酒，我的天！要打粉的话，叔叔阿姨们到时候在这儿购买的时候，下面有个备注，你要打2个字“打粉”，不打没有打备注打粉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对，石斛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你们到时候收到之后有里面碎碎的这个杂物是很正常的啊。因为这个是带有铁锈的，我很贴心，说话很贴心，是的，因为我要说到每个步骤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就是说细节嘛，这个到时候叔叔阿姨们，因为为什么要把这个，我其实可以把这个铁锈给你们包了给你们发来，但是不，我觉得碎了在那个罐子里面，就算碎的渣渣在里面也是很好，你也可以拿来打粉的，因为这个是铁锈里面是含有那个就是说铁锈里面才有含量的，所以的话有碎碎的这个铁锈在那个罐子里面是很正常的、啊、相当于铁皮石斛吃的就是它这个铁锈和它里面这个铁锈也有很好，对呀、啊、今年打粉的要多呀，今年讲的很好，对，因为我要说到每个细节，我不可能就说你们买东西不知道怎么吃，我还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你买了就是这样，我就太不负责了，我说很多其实我也很累，就是说希望每个阿姨就说问到的问题我都能回答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吃了有什么好的你们可以打出来哈，对，这个是孕妇不能吃的，孕妇不能吃也不能和萝卜一起吃，然后因为我爷爷从小我爷爷就给我说这些，所以我爷爷说要你买东西你给别人，因为我爷爷就是找这些东西要教你们怎么吃，我对山货从小我就生在这种我们家乡就是这样的，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所以家里有什么东西怎么吃我很清楚的，我不用像别人一样就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的话你们打了备注打粉的我才会打粉，如果没有备注打粉的我就不打粉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打不打粉，所以备注不是在直播间备注啊，叔叔阿姨们我先说清楚，到时候你们备注的话是在这个购物这儿，如果不能一半打一半不打哦，叔叔阿姨们
你看一下啊，你们点个这个，到时候这儿有个备注两个字，是这个地方备注啊，不是直播间备注，因为直播间你打个备注一下子就划去了啊。你那打粉你得好麻烦呀，今天你帮他们打粉。对，师傅收的是160块钱200克，这样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在外头200克你们买了好多啊？300-400块钱啊，400-500的买过，400-500块钱200克、啊、太正常了。因为我去年我帮我爷爷卖在外面，老板100克当地的都是卖299，这样子我就啊这么便宜，我就相当于请你们吃嘛。我爷爷收的多少我给你们实话实说，40块钱收的50克，100克收的80块钱，200克收的是160，我直接真诚的告诉你们，我就直接相当于很多叔叔阿姨们今天都特别想要我家的东西，相当于请你们吃169，只添个9块钱，6块是快递包装费，3块钱是我爷爷赚的跑腿费，我相当于帮我爷爷他们卖，他拿在街上要去卖个10天，坐车来回，这个很危险，我就相当于直接直播间方便，请你们吃。就直接我数一下数啊，5 4 3 2 1，可以看到了吗？上车了，右下角叔叔阿姨们要备注啊，记得要备注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要打粉的就备注，不打粉的就不要备注，就直接付款就可以。怎么去拍啊？这儿点个小黄车，叔叔阿姨们点个购买，然后这儿有个备注，这儿备注有两个字，你要打粉的就备注打粉，不打粉的就不要备注了啊。所有人都是公平公正的哈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只有没多少备注、啊、只有一点点，就你们现在大家一起去抢，能抢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哈，这个没办法。然后要打粉的就备注，不打粉的也一样，如果你忘了的无所谓，阿姨叔叔阿姨无所谓，因为你收到货当地药店花个5块钱，药店可以帮你打成10壶粉，很简单的，你忘了备注的也无所谓啊，就当地的阿姨就说你们可以拿在药店，你们县城市里面有一个药店，他们都可以有那个打粉的机器，花个5块钱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备注了这个这个打粉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备注打粉两个字就可以了，然后付款。如果家里客人老人比较多，可以去点加二，这个加二就是两单就是400克，叔叔阿姨们，对，2单就是400克。然后的话，你们今天在这儿拍了的阿姨，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石斛有什么好的。石斛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它是九大仙草之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虫草排在第八去了，虫草都排第八名。对呀、啊。虫草都排在第八名去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所以这个石斛，你爱你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买一点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。吃了有什么好可以打出来哈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、嗯，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就是和我的母亲一样，有点变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有点变的啊点，你们都可以吃的，叔叔阿姨们，孕妇不能吃。然后这个拿来怎么吃？我没有抢到吗？没了。天哪，没有抢到。没了，这就没了。没关系，你继续说，你先说嘛，今天你先说。这个怎么吃呢？你们要打粉的，你们要去备注啊。我刚刚强调了，因为你们在直播间这样刷屏评论的备注的话，因为我记不下来，人太多了，理解一下。没有抢到呀！天哪！你先教一下他们怎么吃嘛，你先教。好的，我先教你们怎么吃，阿姨，就说大人小孩都可以吃，没有苦味，没有酸味。没有特殊味道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，这的话你们家的宝宝有点挑食，就买一点打粉，一个星期只给他吃一次，每一次放1克左右，放在他的米糊面糊里面。这个村我们家的石斛算是特别好的，因为有的老百姓很脏，他们的石斛也没有这个铁锈，我们都爷爷都没有收回来，我爷爷都是收的品质比较不错的啊，你这个铁锈应该还要很小心的才能够保存得好吧？嗯，所以我就用一个罐子给你们装来，都是晒干的哈。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他爷爷很小心的保存。叔叔，你可不可以拿那个罐子？我爷爷买了那个罐子，5角钱。这个吗？对。哦哟，你这个罐子。这个我爷爷买了一个罐子给你们装来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爷爷很聪明的，他这个你看这样抖抖抖，他那个铁锈就算抖了，这个渣渣也抖在这下面，你拿来煲汤喝。
没有抢到，在哭泣了，我都在哼。这样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呢怎么吃？第一种吃粉不打粉的，你们可以拿来煮来喝，直接丢个5到10根，丢在养生壶里面，加2个红枣，2个冰糖，哦，2个红枣，枸杞，煮个半个小时，煮出来颜色像红酒一样的颜色就可以喝了。也可以，叔叔阿姨们也可以，就说也可以拿来煲汤喝。煲汤怎么喝？炖老母鸡、炖鸽子、炖排骨、炖猪蹄、炖猪脑，这些你们丢在那个汤里面，放3-5根，切成一小块。如果就是说牙口不好的人，打粉怎么吃？打粉的话，就是说你们就直接放3到5克，不要放这么多粉哟。这是我妈、我爷爷、我奶奶。哇，好多人没抢到呀！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咱们清理一下哈。没有抢到的，我你们看一下还能不能抢到？还能抢到吗？你们看一下。只有一点点了哈。 这样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抢到，拍了没有付款的，我就把他踢了给需要的，行不行？我们给他踢了，因为踢这个动作很残忍，但是你一直犹豫，给那些特别需要的叔叔阿姨们，给他老人买的，好像可以了。踢一下吧，3、2、1，踢了哈，咱们直播间们好像可以了，赶紧，只有30份了哈，只有30份，只有30个人啊哈，能够抢到的可以多抢一单。然后拍的叔叔阿姨们，如果要打粉的，记住购买这儿要打粉哦。这儿有个备注，你就备注打粉，不备注的就不打粉了啊。对，叔叔阿姨们，不备注的就不打粉了。这个备注这2个字，你们这儿有个打粉就可以打个备注啊。然后备注那儿可以打粉，然后也可以，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拿来就说泡来喝，放3到5克。打粉怎么吃？放3到5克，每天吃。蒸鸡蛋，倒在蛋清里面，放3克左右，也可以，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拿来干什么？也可以拿来就说泡豆浆，放3克左右，就这一点点，也可以吃粥，放3克左右一点点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喝，就说喝酒的就不要打粉了，泡酒喝，也可以宝宝挑食，就一个星期给他吃一次。忘备注的没关系，叔叔阿姨们，因为忘备注的话，你可以就说收到货，你可以拿在你们当地的药店花个5块钱，就去给它打成10壶粉，花5块钱打成10壶粉也是很不错的，也可以留一半不打粉。但是我这儿的话，马上没了，还有一点点，一半不打粉。整条怎么吃？整条的话煮来喝呀。它是9大仙草之这个，因为虫草都排在第9去了。还有10份了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还有10份了，大家自己去抢，抢不到就真没了。这个东西因为太少了，今天家只有一点点哈。对。5、4、3。拍不到没有就真的。拍不到没了就没了哈，因为这个师傅已经清过库存了，这是腾出来的哈，这一次。哇，我的天，有没有人抢到了？抢到哪个抢到了？没了哈。没有了，叔叔阿姨们没有了。没有了，真没了这下。打粉是我到时候发的话，就是说我会给你打粉发的。对，好多人抢到了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人抢到了嘛？但也有没抢到的，好多没抢到的。没抢到的就没办法。没办法了哈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50多万呢，这么多人，我的天，抢了3单啊！哎，你那里这个10壶的话，不是所有的10壶都是好的。要带有铁锈的阿姨，抢了3单的太狠了，都不给别人机会啊！一天天的，真的用温水吗？可以，好像是用温水哈，今天。温水，泡3到5克，它没有甜味，没有甜味，没有酸味，有股清香味。每天吃3到5克，你如果有那个有点便，你们都吃的都是。吃的都是很不错的啊，叔叔阿姨们抢到了2单打粉，可以的啊，抢到了都很幸运哈，能够抢到都很幸运。咱们直播家人们，说实话哈，因为吉林他们家东西就是叔叔嘛，我可以给你们保证，就是说因为是叔叔亲眼所见，确实货真价实的，你们在外边有可能能够买到，但哪怕买到了的，外边很少，但哪怕买到都不一定买到真的。但吉林家买的这个东西叔叔货真价实，可以给大家看，我是看在眼里的，确实是好东西，真的是好东西，包括叔叔都可以给你保证哈，包括你们到时候以后收到了东西，如果收到不是正宗的，直接退回来都可以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
如果你们收到没有铁锈，你们可以退，因为我给你们发的都是带有铁锈的石斛，它叫做铁皮石斛，它的铁锈就算掉在罐子里面，我都要给你们钻来，因为运输的过程它会抖抖抖，但是我钻的罐子没关系，它会抖在那个罐子里面都是很正常的，叔叔阿姨。没了没了哈，没了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看一下还有多少。哦哟，只有一点点喽，没喽。打粉浪费，打粉哪儿浪费了？打粉看大家吃法吧。我的话就比较喜欢吃打粉的，我的话比较喜欢吃打粉的。我、没了，已经没了，你们再拍已经没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没下得了吗？啊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们抢不到，这下抢不到就真没了哈。两岁可以吃吗？他说这个两岁可以吃吗，小朋友？两岁尽量不要吃，太小了。五岁之前的都不要吃，五六岁的这是山货嘛，它的就相当于它的那个比太丰富了，它的那个量比较足了，量太足了。小朋友一克只吃一克，吃了有什么作用？作用已经讲过了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有什么作用，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哈。吃了有什么好？对对对，吃了有什么好？你们可以自己打。哎。哇，今天来一首歌吧，他们说叫你唱首歌。哇，我这个嗓子唱一首歌呀。哇，今天嗓子有点哑了。没事儿的，如果你们想听我也可以给你们唱。现在唱给你们听吗？想听今天唱歌吗？雪燕没了，真没了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刚刚上的时候你们不抢那个东西，现在没了，你们说再多也没了呀。你们想唱歌吗？想听唱歌吗？你们想听吉莲唱歌，我可以让他给大家来一首。吉莲休息一会儿，可以可以，吉莲休息一会儿，叔叔来一首。你们想让我来一首呀？想听我唱歌吗？叔叔唱。两位，我唱吗？吉莲唱，你们打出来。觉得要叔叔唱的打个一，吉莲唱的打个二，好不好？叔叔唱的打个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我想让我唱的。啊啊，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嗯，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呀。叔叔唱吗？哎呦，我这么多人打一，我唱的又不好听，你们来听我唱，我真的服了。我唱吗？你们想听我唱啥？哎呀，我唱吧。这个样子啊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看一下现在小蛋蛋有多少个，461个。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咱们把小蛋蛋点到500万，我就唱，好不好？一个人点10个就到500万了，咱们点到500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51万人，咱们点到500万的小蛋蛋，咱们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歌，就一直点屏幕哈。哇，马上500万了，右下角有个小蛋蛋哈，你们可以看到了500万就哎，叔叔可以给你们来一首。也没到500万呢，我就叫叔叔给你们唱一首吧。哇，这么点的这么快，我喝一口雪太橘呢。哇，这个太好喝了，你们看。叔叔喜欢喝这个雪太橘，我也想喝一口。嗯，叔叔喝过的转一圈这样子。哎呀，你真的是你嫌弃我吗？嗯。